原标题《西游记》中为什么没有雷震子？原因很简单，雷震子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神话人物，尤其在《封神演义》中更是本领高强。但奇怪的是，在另一部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中却没有雷震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《西游记》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的1592年，作者是吴承恩，而雷震子是《封神演义》中的人物，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是许仲林，《西游》成书时他才32岁，之后他才写《封神演义》。很多人认为《西游》参考了《封神》，其实是不对的，相反，《封神》的写法恰恰是受到《西游》的启发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说雷震子怎么会出现在《西游》中呢？而且按照时间上来说，《封神演义》是商朝背景时代，《西游记》是唐朝故事背景，相差很长时间。在《西游记》里面，雷震子已经是天庭勾陈大帝，《西游记》的主线就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过程，一路历尽艰难，一路历经磨难，一路遭遇妖魔，所以故事主线就是他们四人以及路上遇到的磨难。而勾陈大帝的地位很高，所以他没必要出现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